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FM 联盟网的 DJ Sowa。今天在2014 HitDo 流行乐奖颁奖典礼的后台幕后直击，马上要来直击的是谭雅蔡健雅。Hello， 大家好。我本来还想就来从旁边这样突然，呜。OK， 嗨。不过看到那个私底下你，哇塞，今天也是穿的非常的美耶。谢谢，今天非常的凉爽，因为想说夏天。对，这样子就是上台不会流汗，有吗？没有错，因为我刚刚看到他们在这个幕后直击的时候啊，哎，那个维里安也穿了一个洞洞装，我就发现，洞洞装是夏天必备的一个造型，尤其是这个避暑的最好的，真的。嗯，那当然，今天这个Sowa来到这个幕后直击啊，是，其实也当然不免说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个歌手私底下都在这个后台干什么？没事啊，就你看，大部分的人都在玩游戏，就不理人的那种，低头族。但我不是，哎，不是。那真的吗？我就当小蝴蝶在那边飞来飞去，跟大家聊天，但大家不理我。走廊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其他的这个圈内的朋友呢？刚才一进来的时候，一到的时候就看到清风，因为我们在车上就有听到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跑过去啊，然后还在想说，就是在门口跟他打招呼，然后我在那边假笑了一分钟左右，他完全不理我，所以今天是没有人理我的一天，直到他转身他才看到我。对，所以吴青峰一定要仔细的这样观察一下，不是突然没有，我太安静，我非常的低调，有没有？所以我都在某一个角落，对对对，然后会突然就哇这样子。所以今天是在这个现场上也看到蛮多圈内的好友，就是了。对啊，还有杨丞琳，然后还有方大同、阿令。今天都看到了很多，而且我觉得今年卡斯好厉害，真的，因为有谭雅啦。哎呀，那当然，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任务了。哎，是是，每一个访问的这个歌手都有一个主题。呀，今天要我是什么主题？快问快答。快问快答。我跟你说，我反应很慢，我会你问我现在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会明天才回你。哎，太久了吧？所以可能 camera 要这么多哈，好。哇塞，没有了，只有其中的五题而已。我刚从欧洲回来，有时差，请问我五道问题就好了。好，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住的话，你会选北极、非洲还是北韩？哇，北极，北极，北极，对。OK， 对，一定是很怕热的关系。对，我对，You know， 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的话，你会用美丽突然发生？啊，有开玩笑啊。我是一个矛盾的人。矛盾的人，那如果要说一个自己的怪癖的话呢？自己的，哦，我知道，我现在的怪癖，我这几年的怪癖是，我会在深夜烤甜点。我的深夜是那种，不是那种什么9点、10点，我是一两点，对，凌晨。然后会烤到。你没有听说吗？我的甜点。哦，我知道。不是，今天该不会有带来吧？其实已经带，都已经被吃光了。哎，竟然还有咸派！今天真的不是为了有这个东西而准备，但是要就是要太惊讶了。我是要犒赏那个我的工作人员，这是我的咸派，可以，这是我有名的咸派。透露一下里面的馅料。这个是蔬菜咸派，然后有 cheese， 还有那个蛋，然后。不要问我，就是那个派皮是不是在店里买的？因为我所有的派皮都是从，就是真的就手工，所以好，所以晚上都不睡觉，都是我盖喽。所以做完了以后，我觉得应该是给别人吃，不是给自己吃。当然，所以这样子才能够保持。当然，我跟你说，所以我们的周围的工作同仁就请多多这个小心食用，谨慎食用。没有没有，不行，欸，我要他们非常的好，就是那种开怀的吃。这是对厨师最大的敬意。确实，今天也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谭雅的休息室，看到原来谭雅其实是不只是对自己好，而且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好好哦。我真的对他们很好，有没有？旁边在羡慕，有没有？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谭雅、蔡健雅，谢谢你，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我的最新消息都在 HitFM 官方 App， 赶快去下载吧！快订阅 HitFM 联播网 YouTube 频道，就能够看到我更多的新闻。